想要请问杰克在中国大陆服务这么多年，有这么看过这么多的服务创新，有哪一些是觉得印象深刻？最近最火的印象最深刻，我想是短剧。一个短剧呢，上市八天就可以上亿的数字，然后一个短剧呢，上市呢可以有15亿次的浏览量，这个在以前是我们是完全想不到，而且短剧的拍摄的时间，它往往只有一周，它一个短剧可能就1到3分钟，那它带来收益是其实是我们难以想象。那我自己在海外创业会想要做哪方面的服务创新？其实刚刚聊到短剧，它的背后呢，还是它的迭代速度，要的就是天下武功唯快人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我们要到海外输出的时候，我觉得就可以利用是文化的差异、速度的差异，怎么样让在大陆这边完整的攻略、快速的反应，然后到海外的时候用这个，以前是信息差，现在我觉得是速度差距。